收看的是三立戏剧台，马上为您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思念你的风若起，心肝念的当时，忍袂住的目屎滴落阮手内，想起你爬起一幕，甘雨淋着雨。风吹心酸路，看无幸福的路途，踏一步就痛一步，爱过你的每一幕，未完的结局，斩袂断的伤，明知痛也是不愿放袂记，风若起。思念你的心才开始，民间信仰当中，法主公又叫做法师公张献君，是李三派分派，用乌头巾做票记，叫做乌头法师。跟另外一个三奶派红头法师不同的是，乌头法师主持双礼孤侠，红头法师负责庙会庆典及吉祥的法师。那法主公虽然讲是道教的信仰，但是一般来讲偏向佛教，会使使用符咒甲诀只法术，服装甲口仪嘛甲道士真大差别。俗语讲有量才有福，孝子为了救老母，落地府求延寿水，佮拍蒙城将冤死的三世爱人救倒转来，爱人反魂要报仇，煞发现孝子的表亲是凶手，老母是帮凶，连亲兄妹嘛互因添加玲珑色，甲当作冤仇人，救命之恩甲杀身之仇要如何选择？法主公天天的好主，敢有法度化解大家心腹的冤仇，才做驱邪镇妖的法师呢？请收看今天的《戏说台湾》，乌头祖师爷。今日路安尼闹热滚滚，因为今日是法主公要选新当家的日子。法主公有指示，讲要伫个村民当中来掠当家。啊，伫个人群当中，有一个插花插骨的囡仔，叫做优良。就在伊要甲人接牛的时阵，法主公乱叫，煞向伊这边冲过来啊！我是啥？我派这表演来这做当机啦！我干嘛好掠去看？我派做当机啦！我今日收不。今天安排这么多姑娘要来跟你的孩子相亲，阿姐啊，大家进来看我们要来相亲，实在是救命姐，救命姐，就是伊啦，我，伊就是法主公指定的当机啊，当机，哦，卡在不是我，我处理。喂啊，无你即摆讲什么笑话啊？叫伊做当机，爱摕迄什么刺剑哦，刺龟安尼对安尼对，哦，迄什么刷衣剑啊，啊溜溜溜溜嘞，哎，万一啊，阮囝啊，费用是要安怎？法主公指示的袂无唔对啦。各位，那你在讲这是好医生，啊，既然阮阿母唔答应，请原谅，我无得完成，法主公对我的指示，我要好好孝我阿母，相信法主公未免叫我接到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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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也无适合做当机，但是伊有善缘，以后一定有真大的成就，倒不如先跟我来做法师。当机我都无同意啊，讲什么法师啊，哈？舅叔，你讲我有善缘，到底有什么证据啊？伊目睭当天开啊！哦。你看，那边两个牙和尚啊，要跟你相亲，那个婆婆讲的，生只啥款？
细声，你是要共惊着了啦？嗯，看，我跟你讲，因恁两个啊，都是知影你有心的，想要跟你结连理，然后借着你的力量挑拨你去西方极乐世界。看，看，我知啦，我知影你的意思。恁两个普通讲的，跟你无缘啦。哦。你未来的某是跟你三世夫妻缘的，真紧就出现了。三世夫妻缘，三世夫妻你是什么人？你别走啦！哦，你别走啦，等一下啦。什么代志啊？呢？就是伊啦。我。可能是等到夜幕归怪，搁要找我。哎呦喂！你卖走啊！你卖走、啊！你下你下。阿郎嘞？阿姊啊，伫遐啦。这下你来，这下你。嗯，你是要聊啊？我半年没冲上。哎呦，我不是要来聊你的啦，我是要来跟你讲，你会当去庙口遐，阮姊妹啊，拢会伫个遐分一寡米甲钱，好需要的人。对啦，这钱啊，拢要给你的啊，吴爽，摕一寡钱来。看啊，遐侪钱诶！对啊，伊两个人辛苦苦诶，又不光遐大块了。来，遮钱互你，你以后卖阁甲人偷皮钱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等下，等下。阿姊，阁有一个乞食诶。乞食？乞食？我。遮钱互你，你去买一寡食诶。来啦，钱给你。这个查囡仔，善良又够爱心，我要找，就亲像伊这款的查囡仔。你未来某是甲你三世夫妻缘的，真紧就出现啦。敢讲，伊就是甲我有三世夫妻缘的人。阿姐啊。伊是毋是杀掉你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伊看你的眼神啊！你莫话讲啦。姑娘，歹势，钱你收着，我毋是乞食啦。你看，我杀只你相信，我哪是乞食？我摊主啊，看见你帮助乞食的时阵哦，我足感动的啦。啊，恁介绍毋是本地人吼？啊，歹势歹势，我叫杨万里啦。啊，请教你叫什么名？无得卡，后一摆咱会当做做神师啊？好啊，欢迎你。啊对啊，我叫卢啊，伊是我的小妹，伊叫卢松。顶下哩，阮是专工为着阮往生的爸母来甲法主公行愿。以后阮们定定会伫庙口，咱一定会拄着。卢松，行啦。好啊。你是不是杀掉阮阿姐啊？好啦，看在你人老实，阁想要做神师的份上，我成全你。嗯。三天后，伫个庄仔头迄个凉亭，稍等，我会找阮阿姊过，你好好把阿婆。哦，我知影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三更熬在凉亭啊！喂，我再机会来啊！要唔过大妹，迄个万里唔是你表兄，啊你安尼敢袂？会啊，袂来甲咱阻挡。袂啦，我若高尚听啊，我迄个表兄卖菜啦。拍你个少林头，互你有亏无底头；拍你个少林手，互你落撇面上手。
打你的小人卡，让你跋倒撞人打。哼，安尼好啊，你出运啊！贪财啦，有闲才过来哈。我无遮衰啦。阿公哦，我的脚足寒的，敢会当好我一家的？我娘的，阿弥陀佛哦！你脚无打底，哎呦，咁我这水去拄着歹物啊！我提予你啦哈。这卡鞋啊，予你穿，啊你一路好行吼。我要报仇，我要拍小玲。你有啥物冤屈？无唔对，我死了就冤枉。我迄几个杀人凶手来卖命。俗语讲，青面鸟家家死万帮呢。如果到底是安怎死的？太混沌异乡的杀人凶手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死了就冤枉，我那几个杀人凶手来卖命。好啦，我替你拍小林吼，拍到你满意为止吼。我拍你的小林头，予你有开无底头；拍你的小林手，予你落撇边上手；我拍你的小林脚，不是这个人，是一丁人。一丁人哦，我要跟你拍。好啦，无问题。你是有发生什么代志哦？我已经死了，你现在才来关心我，已经没意义了。我失去性命，失去小妹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万分。我走鬼也不放你耍，我爱你死，我爱你死到这么惨。如果的冤屈都要为三天前如松跟万里约束那天来讲起。如松，你说的那个人怎么没来？是，够早嘞啦！那你嘛这么着急啊？我哪有啊？公公婆。啊！林婆，四个去注意一下，看卖有人无。辛苦悄悄，一袋袋紧走。嗯。你想啥？救人哦！你下楼放枪啦！你，土匪，你被何伊看到啊？你搞到位，放枪！你给我两枪冲上，你来倒杀哥俩。哦。是拢是安尼啊，干来当一不走的朋友，这个查某一定会领导。大妹啊，啊你伫遐创啥？这无啥物代志，你紧走啦。我哪有？大妹啊，啊你哪掠一个查某伫遐？你心头袂来呢？无啦，这唔关你的代志。我看卖啦。无啦，无啥物。哎呦！喂！
有啊，我看麦，你闪啦！哎，你是不是讲你爱倒啦？啊！阿哥，无你的代志，我先来走了。恁两个，紧把人放落来，一提提紧走，我不想要出人命啦。死啊啦！你是哪办代志的？原本刚要提钱尔，哪会不出人命啦？啊，人死就死啊，无要安怎？是要安怎才好啦？哦。阿姐，阿姐，起来，起来。这臭查某，你已经无路通走啊！你最好是紧过来哦，卡免讨赔尔。我，小玲啊！救我！救救我！小玲，有影是半暝出事害死人啊！如果已经强台死啊，如松果暴雷砍卡，伊敢无法度通活命呢？我只是无想要再害死一个啦！无用飞半步啦，咱只摕着这块药皮，嘛不知影这块药皮有值钱无？我看安尼啦，宝贝，你身带药皮摕去卖掉，时到钱咱才来分。一个更新，咱两个做伙把尸体摕去弹掉，较不让人发现。行。万里来到凉亭阿家，但是苦苦等就是等无如愿的人，因为伊唔知影讲，伊所等的人已经无多当富裕啊，如愿死回命，冤魂不散，伊到底是要安怎来报这个血海深仇呢？伊就是迄天去学大伯掠去迄个查某，夭寿哦！大伯真正老出人命。伊讲要报仇，哎呀哎呀，乖，赶紧的，紧来去甲大伯讲，叫伊来甲说你的。啊！大伯，大金妈，大金妈，大伯，大伯。阿哥是安怎？先坐落来好好讲啦。真正是安尼，我真想惨啊啦！大妹啊，我猜阿公安尼自细汉都喊你笑你，你竟然咧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佫讲袂出人命。但即马出代志啊，我是要怎对你死去阿爸阿母交代啦？你拢怪我受伤你啦，你这安尼无法无天啊！阿公，你是咧紧张啥啦？啥物咧讨命？人伫倒，鬼伫倒？我即马毋是好好活伫遮，就是讲啊，阿哥，是迄个查某家己要精神过来，而且啦，伊阁看到大妹的面啊，迄是伊家己找死嘛，是要来讨什么命？就是啊，我怎毋想用什么冤魂来讨命？我哪有哦，我命毋知死几遍去啊！李青，你是安怎想？
姑娘，你去无啦？我甲伊拼啦！林冠杰！金星，金星，你给我拍死啊啦！是啊，啊，你是安怎？啊，你是安怎？今晚要怎？今晚要怎啦？我爱恁一个一个拢走下去，我爱恁的命！我俗语讲四季法主先派夫人，所讲就是法主公甲临水夫人用乌头巾做派别飘旗乌头法师，拜法主公做祖师爷。因所做的法师，甲另外一派骊山夫人派红头法师有小可无共款。乌头的阮这边只个是分做道仙和道士，吼，道仙就是讲咱的祈福做少，啊，咱的祝寿拜年公，这小样拢红头的法师。啊，这边道士的是往生去超拔咱的建筑，甚至咱的祖先呢。哦，这边这也是，就是属于乌头法师。乌头法师的穿差，甲一般道士无同，主要是头发乌金，身穿海青衣，腰围龙虎裙。伫做大张法师的时阵，头壳会绑网巾，戴莲花冠，身穿红单，非常的慎重。乌头甲红头法师装扮无同款，嘛有水人的一套科技，会当为法师的头巾是红还是乌来分辨。Love.